的妙流全覆翻出了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酷了。天宇光肯定是要遭怨灵的呀，他干怨灵是好，他干怨灵是好事，就怕他不干，他首点肯定是怨灵，就怕他后边点的没点怨灵，点怨灵是好事。点怨灵你还不开心，多好的事。但是确实会很舒服。其实这回合有点难呀，兄弟们啊，这回合有点难，这回合讲道理我觉得有点烦人啊，烦就是说如果对面后拼三个全部死了，这回合都会变身，下回合都会横扫，下回合他会横扫。现在还没有到，没有干他呢，刷刷看一下时间。
这回合能不能结束啊，兄弟们？结束他！这是什么？满足什么勋章条件？把我提示我，我操！多长时间？32分，就当33分呗啊，44分呗，44分多点呗。跟我盘丝差不多，盘丝好像能更快一点感觉。我觉得我盘丝还能更快一点啊。